手机我手机过热，啥都看不到，盲飞黑起的。哦，飞出来手快好强。嗯。我觉得还是单独买个屏。它主要是那个屏的话是高亮的，环境光亮的情况下，手机看不到了。人家手机不是手机过热，它就保护就黑了，啥都看不到。这下它不转了。如果你找的高级武器。 再关门了。再。公园路可以别走，就是这家养的那个一把火器。走噻，二弟走噻，你走噻，把气是往回儿噻。对，那个小鸟。 干了好多年了，这不好年了，我是干了几百年了哈。那娃儿手机有了，你小的手机有了，你小的手机有了。嗯，我清楚了。嗯，我清楚。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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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给你捋过来咋的这都是用滤管啊用滤管啊有啊你啊你才用滤管你没聊根本的聊根本的加过来倒着还要打一个不听倒 两大的领导前不久都到你们一把手归来了，我都来了，我他走了，你们这个省都安排的，我发了邮件都干了。哈哈，我刚才走路都没有，说叫我带一些豆腐，带一些豆腐，结果一带他妈的忘了。人多。其实抓的是太多了。哦，听说太多。我当然想说他，说可能抓没抓，这个我们差不多往回走，我们就感谢光临。谢谢请大家，大家好，我是刘玉芳，我是铁子哥，我也。 那边上，我就是这一片比前头那片。都过来处理。处理一下两个吧，反正。加上他的涂抹也很好。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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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他的涂抹也
刚才到底这样的喊你鱼币七级就走走走慢点呗走快了哦有压点压你看前头对小切哎你要求很高要求太高
一个烟儿的马虎当，这烟儿当起老火。可以，这样倒是的。专业摄影师给照的妆，你哪儿有？我们平常给照的要不得。我当导演算了。哈哈哈哈哈！眼睛挺起，微笑就走出来就行了，走慢点儿，哎。我以为他那个有啥子讲究的，没这个讲究。
就是因为修了电站把它隔开了。哦，以前他就一直下去的，有点习惯吃草，那个江心草又很好。那边是高速哈，那边，哎，那边是高速。可以拍点那个路。这个我伟大的富宝古镇就是这个。九五六他第一。这几张好多杂志都有这个照片。哇，罗先生上来工作，今天好不好？哇，这个直径相当于就是那个了，航拍了。艺术构思。先手机后相机。先相机后手机。他的管是不是还在？等一会儿啊，肯干。拍一张再说，嘎。哦。等会儿那个太阳，我跟你说。要有云彩来。把底下落地点儿，就没得光点了。漂亮啊！再晚点就没光了。啊，先拍两张再说。不管等会儿照好不好？你们看那个左下角有一个那个，其实也不是桥哈，一个那个太极拳桥，直接可以把它取到。石头当当。它过了几根线，先太烦。啊，那几根电线没问题。其实这个地方最好的位置不是在，哦，就是不是这儿，我就是在这儿。还要把那个这儿。这个地方最好的拍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切，没人切。老师在这儿了，就在教室这儿。这个要把人。我们在这儿拍完了之后，下去就进那个镇子里面。但是你看这边的这个也是不错。这个桥上来一个人牵个牛，在上头站起个。老板，你也去过这个嘛？现在我跟你说嘛，我都去找过。现在农村里面有地方，你想去看他弄个牛，弄不出来。没有。该来该来问，都没得牛。哦。他早上把一批牛放过去。白牛。哦。通安那个周子古镇嘛，在白牛渡江。白牛渡江。要杭。都是在南充哈。南充。那个没得无人机的。拉得进来不？可以。六个了，哪叫五个？五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六个小猫。
抽个烟，把鼻子堵到大爷。光阴真好。啊，大爷，抽烟还把鼻子堵到大爷。到底是闻得这个烟味儿，还是闻不得这个烟味儿？嗯，它这个是根石头弄出来的。西方烟完了，中国人真正的十大西方烟，在哪儿呢？在岳家山。他过的杨家根儿的老头估计，他说你什么？还没有开始退休，他就推豆花，专门到豆花的工程队。他是那宜宾的人，说既然我们这行业是挨到宜宾买好烟的，我送那个李怀玉啊，那个媳妇儿去。人家还有，就我抓一步。我们从山那边走过来。啊，我们如果在那边呢，还是下来走的。但是我举高看不了啊。你再往后面退一步嘛。
看眼睛没取清，或者你要上来嘛，只要把那个前头线线乱七八糟东西避开。要避开哦。为啥子头摇摆？摇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它离高速公路近了，高速公路下去几分儿都到。原来是屈的嘛，屈的是起码三十年前的以前的说法了。我说屈家屈，金器屈，两个屈。什么那个员工？几员工啊？有点大峡谷的那种，就是，有点远了。你看，特别我们这边右边这个，还有好多那个像丹霞地貌延伸露出来。哦，看没有？那山上还有，也像度假村一样。这个这样子，哦，那个有点像。那山上看。可能你先去探一下那啥子。那个地方应该是房子哦。是房子啊。感觉也是个。可能应该也是旅游设施。那么高。哎，对。你好。老家去的。南充特别还有一个杨家子，昨天是过年。老家。哎，我的好几年。锅盔加凉粉儿。哦，锅盔挂凉粉儿。南充的是南充的小吃嘛。南充。他多啊。哎。我们这两份网上还是真的，还是在网上。哦。以前是假的，你做他都不行。嗯。后头把羊头锅盔分开装。哦。也得把锅盔分开。客人走了吗？你们不能进来。啊？你们不进来。我不过来，我让你过来给他们讲啊。你那边买酱油的客人他们走了吗？买酱油客人在你们这边过来吗？外面那条路。我现在不过来，我等你过来。啊？我等着你过来。好的。他靠这个晒一年生产到了好多点了，你看好多电视，什么三千电视，好多的。全部买下来了，他现在打造的是酱油博物馆，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庆的开园开出来。你看到我们刚刚进来的门口呀，这个房子，它以前是我们的展厅，展厅以前很小，就说那个，它现在内部都很满了。现在的话也在用的，但它就是说在重新。但是要做供氧取油的话，要其实你酱油带的好点的话，供氧取油的口感也多。酱油都是在出马还是加新的呢？要只是做。酱可以带进去了呀。你看生产到几吨了？几吨了？几吨倒不热，几百吨了还是有。我们要削菜也可以，这个酱油拌上是最后面的。
不讲了就算了，你也不讲了，你们走，我们抓紧，然后拍完我们就走。
哦，好大一个山呐、啊！下去，再下去。Good one.